大家好，我是邱顺伯。你叫什么名字？随便打。真的是啊！打死你要不要？呢度嘅地方自出自入，我敬你几分先有得嚟。你要带走我嘅人，都唔同我讲一声先。我唔系你嘅人。张姑娘，张姑娘，我早唔投降，因为我未抗衡啊，都系放咗佢咯。我唔准。大家好，我的影片张教主，你今天来大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想一探虚实的话，等着我手下的人到齐，你就会知道想全身回退是没可能的。至于救人更加是妄想，你还想继续纠缠下去？因为周姑娘花容月貌，我见犹怜，但快光明顶上去刺你一剑，点解仲系你？莫非佢就系你嘅意中人？周姑娘，我仔细相识。我细个嗰阵，做咗九营嘅道长，阴道到底，得周姑娘威棒威水，只怪你笨，笨得咁。娶佢做你明教的教主夫人啊！见心灵面，盖以为家。讲到底，你就是要灭我，是不是啊？郑姑娘，我子宫都未知你的来历，虽然有几次争执，但是每一次都是你找上门，我无意从事生非。如果今天郑姑娘答应放了我众师叔伯，以及各位英雄豪杰，我自然感激，又怎会心存敌意呢？更何况我应承过你，我你办三件事，我一定竭尽全力，绝不敢敷衍推搪。亏你仲记得，不过呢位周姑娘，既然系你嘅意中人，又唔系师兄师妹，未婚夫妻，咁我划花佢块面。我一四十九八千妈的你，我是劝不到你，对不起姐，我姓韦的都不会放过你。阿姨阿高的母猪提卡布达亚那卡在孤单孤独不杀什么我人的苏格不是啦不啦你 fuck you 猫App 是我有知道，师姑娘，今日得罪了，请你好自为之。告辞。
kita semua Asia, Asia. Taki la da la da. Saya tidak nak macam Asia.Thank you.